各位同学，我现在开始上课啊，请大家起立。行嘞，请坐。各位同学，大家好哈，特别到啊哈。咱过来，这个，伊这件案哈，上权利受害啦哈。1993年4月13日，克里斯通公司租了一艘船哈，去探勘呐。谁的前提受害？啊？克里斯通是美国公司啊。哎，请这个锁匠开锁啊，上受害。什么美国公司受害？台湾呐，上受害啊？谁受害啊？中什么？不是啦。伊来探勘是属于谁的权利受害？台湾受害嘛？哦，上岸边仔有权利用。对啊，这都。谁的权利受害嘛？台湾。哦，今天。哦。你都等啊。嘿，十分钟都袂记得啊！啊，这。当时咱前日受害啊，啊，咱遐就讲，我原告是啥物人？就是咱啊，啊，这个人复习一下啦吼。啊，这个中国海洋事业总公司用100万，把这个新南群岛、这个西鸟岛这个专属海域，卖予这个美国公司啦。啊，点交之后啦，啊，这个美国石油公司就叫一只船啊，要去遐探勘啦，啊，送去用掠去。谁被抓走了？美国公司嘛，探勘船嘛，啊，就美国公司伫顶头嘛，啊，上海人去告，啊，上海告，美国，哦，对吼，啊，清楚哈，谁有权利去告？台湾人嘛，哈，台湾的人嘛，啊，上去告。有能力的人才会去告了，没有能力怎么可能去告呢？你招比告，你买一张机票，你嘛是爱钱呢，对不？当然是拢会当去告啊，有能力的才发到去告。按去告，人会当代表什么人？代表台湾，台湾主权。哦，这嘛是最大的问题了哈。石油权利去告，因被告四个，回顾一下历史的哈。咱先来当去告，根据什么话？你讲台湾你也安尼哦，你台湾人，所以你当去告安尼哦。安尼，你也看你拄啊遐人去告，根据什么东西？你来看这哈、個，不是联合国登记。你来告伊讲什么话？安理会讲什么？2004年第1546号决议，伊讲什么？他说重申巴勒斯坦、伊拉克人民自由决定支配自己自然资源的权利。有一个怪奇是安尼啦，伊拉克人民自由决定支配自己自然的权利。哎、欸，这是2004年什么时阵？迄当阵是英美联军占领伊拉克期间呐、啊。所以有这个怪异，埃隆镇哈沙海山政权被垮台嘛，海山给我们来调起来嘛，啊，伊拉克干嘛给我政府？伊个政府就瓦解了嘛，所以可以代表人民的只有剩下谁？就他自己嘛，人民没有代表了嘛，就只有他嘛，属于伊拉克人民享有自然资源的权利被侵害时怎么办？不是找一个政府，啊，就家己去告啦。而且，讲人民的权利，伊都袂当找政府都无去啊。哦，无去，啊，佫
个新的新的，你们看占那军没有在成立无？对不？占那军在遐，也无在成立啊。中华民国敢没有在成立？那么武山没有在成立呢？啊，对不？所以就讲海山战争啊，这是哈山，不是海山呐、啊、哈，海山来的。啊，过来，搁一个联合国又有一个决，2007年搁一个决议，伊讲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人民，对其所有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要求占领国以色列不要开采、危害、浪费、耗尽这些资源。这个国旗恁看有无？看得懂吗？被标题啊，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人民，被占领日本，这是一个国家嘛哈？这跟日本、戈兰跟台湾的台湾人民有关无？哦，谁有权利？是叙利亚有权利吗？叙利亚跟你讲这个，伊拉克政府有权利吗？伊拉克有权利吗？都叫人占去啊！没有啊，叫人占去啊，政府无去啊，村老百姓伫遐尔，村国会伫遮尔，所以伊拉克人民才有权利，还是这个县政府有权利？县政府有权利不？也是没有啊，就只有被占领的戈兰的阿拉伯人民啊，比占领的人民才有权利啊，这是联合国讲的，这不是我讲的啊，哦，看有吼。啊，占那个有权利无？占领国以色列不要开采、危害、浪费、耗尽这些，嘿，会当管理俩，伊袂当，伊无采，嘿，无主管，伊袂当，他没有真正的权利，他只有管理权而已，好、哦、对不？啊，那所以讲，这哪讲去用侵害性伤害挑出来，人民挑出来嘛，因为享有权利的是阿拉伯人民嘛。啊，所以这个、这个、这个会当过未 ？A 吗？伊是代表什么人？代表台湾人民。啊，伊代表台湾人民吗？这是什么人？这个？啊，这个是伫这甲有关系无？什么关系？伊是不是伊底下的机关被占领了吼？啊，伊是 USMG 是 TG 的头家嘛，对吧？哎，对哈，美国哈，啊，伊是美军底下的机构嘛，对不？啊，属于占领方还是被占领方？不，这个是美国 USMG 底下的机关，怎么会是被占领方呢？这是占领方呢，代表美军呢，对不？美国军事政府啊，底下的 TCG 啊，啊那。有清楚不？这个有没有权利？有啊，有吗？有。这里不是说没有吗？占领国没有权利啊。啊，美国有权利不？没有权利啦。啊 ，USMG 有权利，美国无权利。啊 ，USMG 有权利不？啊，有，怎么会变有？啊，这是叫做台湾人民，台湾西部 government 的是这个 USMG 底下的机构嘛？美国军方底下的机构嘛，代表是美国嘛，啊，美国的代表有权利无？啊，聪明，终于答对了。啊，这要求占领国有没有权利？美国有权利无 ？USMG 有权利无？日本有权利无？这个 TG 有没有权利？有。哎，有吗？怎么又变成有了 ？MG 这什么人？这个签是代表什么款？这美金呢？这是美金呢？哎 ，TCG 呢？美金。你是被占领的人民啊？这个 TCG 呢？是政府啊。伊是政府呢？美国政府呢？安尼还搞不清楚吗？台湾人民才有权利呢？台湾民政府权利无？因为谁人无权利？因为伊是军属政府底下的机关嘛。代表的是美国军方嘛，
这是老大呢，老大有没有权利？没有权利。一共，这不我讲，老大没有权利。好，安、哦、请坐哈、哦。台湾人民教育丢，啊，台湾政府没有，对不？台湾民政府没有，安尼有清楚无？因为伊是占领方的机构，代表是美国君主政府，美国君主政府敢有权利？没有啊，这里讲的、啊、不要开采会浪费耗尽这些资源，这美国比占领方的人民才有。安尼过来看了吼。这个伊拉克干嘛给我政府？没有了嘛，被占领的期间没有政府嘛，无个咧政府嘛，所以你照这个伊拉克人民个咧来嘛，是不是安尼？这嘛赶快啦！我们这里啊，中华民国嘛是占领方啊，一他不是代理。不是分类啦，而是说有一方是占领方嘛，马英九都有一人，大陆，听讲是湖南帮啦，湖南人嘛，对吧？哎呀 ，OK， 阿宋楚瑜都有一人，嘛是湖南人对吧？拢是湖南人，还是占领方？你是几年？我久你我久来？对嘛？你这个是咱只讲占领方甲比占领方边那分，你知无？你有证新闻证无？新闻证你有这个？你的级别是 TW 还是 CE？ TW， 你有日本交这日本停本无？啊，宋楚瑜刚好日本停本，他生不出来嘛，对不对？他叫占领方，遐人叫占领方，伊占领方一道大呢，咱是叫管呢。啊，他是占领方啊，他没有权利啊，这不是我讲的、啊，这个是联合国讲的啊。没啦，啊，你有停本，伊也无停本啊，足清楚的啦，会清楚袂？所以这个身份证有重要无？有啊，你有身份证啊，你有这个停本，日本时代的停本啊，他没有啊，占领方没有日本成本啊，对不？各位在屋内，啊，清楚哈，占那个比占那。有没有区别？要哪证明？要证明，安尼要证明台湾是去用占领，要哪证明？我得证明无？嗯，啊，你的成本就是，你的成本就是啦。那我请问，安尼蚵仔汉字袂当申请无？蚵仔汉字嘛，都爱去看啦。会当伊原来当请新闻去啦，系啊。这个物件要来判断，你知无？爱看这个国际法、国际法安那规定啦。啥人国际法？谁的国际法？中华民国还是日本的？对啊，爱看日本的国际法安那规定啊。中华民国规定讲吼，出世的时阵，老爸老母若是中国人的话吼，安尼这个人是中国囝，吼。就是安尼嘛吼，而且嘛规定讲，佮改啊，佮改做出事的时阵，老爸老母若有一方，老爸若是一方，老爸若是因老爸老母一方若是中国人，嘛是中国囝。啊，伊也是中国啊。伊嘛是有，对啊。还佫有啊。对啊，我阿韩吉吼是，这是一个政策的选择啦。日本国际法就规定讲做，那是嫁予日本人，还是这个，就是嫁给外国人，还是日本人？还是日本人。那是讲，要是日本人的话，安尼我阿韩吉买单考虑啦吼。
你讲到重点了。不会很困难，很清楚。公民权利法，你公民权利法，你倒转弄一本吼，你甲翻开看卖第三条。红色那一本，恁阁有迄本哦，红色迄本，迄本《公民权利法》迄本，你看迄个第三条，第三类第三条哈，第三条，谈《公民权利法》迄本，有讲台湾人是啥物货无？你嘛应该有啊，第三条有没有说什么是台湾人？是不是1945年9月2号之前在台湾有户籍的这些人？1945年9月2号之前，哎呀，都是台湾人啊，跟他的后代啊，都是。对，这。对于占领地的自然资源的经济资源呢？这占领国以色列有没有权利？没有嘛，哈。他被占领国家叙利亚有没有权利？有。有吗？他有权利，他是人民才有哈。被占领叙利亚的戈兰这个省有没有权利？没有。哦，占领跟被占领都没有权利哦。搞清楚哦，只有被占领的人民。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人民有没有权利？有，只有这个答案才是对的哈。台湾含西南群岛的自然资源，谁的权利？台湾人。本土被占领方的台湾人，不是讲台湾人，比占领方的台湾人，就是咱啊，本土台湾人。好，1945年9月2号之前有户籍的人跟他的后代。你可能有这个通，你可能有1945年9月2号之前的户籍嘛？有。你有啊？哦，这两个都有啊！哈，在座应该都有，你可能也无了哈。对，你巧。台湾是比占领的领土吗？你出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国去是不是大日本国的一员？日本国得过一关嘛？哈。对。太平洋战争被美国打败。大日本国战败之后被谁占领？台湾当时被谁占领？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被谁占领？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规定是美国嘛？台湾有去用占领不？所以那个套地这个合约来哈，这样被占领的日本、台湾，是不是？阿拉伯人民对这个自然资源，被占领日本台湾的本土台湾人对这个资源有没有权利？这个打个这个官司有没有合不合理？有没有根据？有。打得赢吗？打得赢。OK。一定赢哈。主要占领国是针对什么了哈？不一定嘞哈。控美案法官说，《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没有厘清得在台湾行使主权的政府。谁可以在台湾行使主权？有没有讲？有吗？没有讲吗？他不是讲吗？他说笼统认定美国是主要占领国吗？这占领是讲什么？没有讲清楚啊。阿林杜兰不是讲占领是托管，对吧？托管是什么法？行政立法。对啊，托管占领就是托管，托管就是行政立法司法，谁行使权利？谁得行使主权？美国啊，这个法官怎么样？搞不清楚，对不对？这拍官司哦，有当时啊，法官也无清楚嘛，真麻烦的。律师就要讲清楚，律师要跟法官教育，要跟他讲清楚，因为法官底下哦，要审理案件，从很多种案件嘛，环保啊矮，劳工啊矮，啊这农业啊矮，啊是怎么都矮。无啦，咱来先，这学者就侪啦。咱来先，爱叫律师去甲说服教育嘛，
对吧？教育法官，你捌听过无？美军有先你哦，美军有没有占领台湾呢？哈，有。这台湾防卫司令部捌听过啦，哈。United States Taiwan Defense Command 哈。占领就是托管，恁大家拢真巧。被占领的领土是被人以托管的方式所持有了。被占领，占领就是一种托管。没有，这里面有两种关系的。不管是谁占领，我们都是被占领方的人，好、哦、对不？啊，被占领方的人民才有权利。啊、不管是中华民国占领还是美国占领，他们都没有权利嘛，哦、对不？啊，但是就讲，什么叫占领？要搞清楚了，就是一种托管。啊，托管内容是什么话？托管内容什么话？托管主权权利嘛，对不？那都要共轨啊。哎，对，行政立法司法。伊讲吼，这第三条你个读一下吼。日本同意美国对北纬二十九度以南的南鸟岛等地方交给联合国信托统治制度的提议。日本同意美国的提议啦，托管的提议。在这个提案获得通过之前，美国对上述地区所属居民、所属海域都拥有实施行政立法司法的权利。伊讲这个托管的提议通过进程有这个权利。是不是这样？对哈，就日本同意美国这个提议了啊。同意之前哈，美国对上述地区有这个权利，这是占领的时阵呐。啊，托管呢？对，你看是哈，托管哈，伊呐这个提案通过之后，就变托管嘛。托管的权利会比较大，比较小。啊，比较大吗？不啦，啊那美国这个案子呢通过的时阵哦，会变较大较小。谁那个变个谁？授权。哎，恁不勒巧哈，基本阿北通过之前哦，伊有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利嘛哈。啊，通过之后呢？嘛是有嘛，但是伊有一个托管协议嘛，啊，得个白卡白手啦。会变个谁？变个少？变个大？变个谁？哦，恁真巧，这班上巧，变个谁？通过之后啊，所以这个提案有通过不？嗯，跳没有通过。正确的答案是没有通过。想一想了哈，提案通过前，美国对上述地区所属居民、所属海域得拥有实施行政立法司法之权利吧？哈，啊，占领军在托管提案后的通过之后，有没有不同？没有不同，没有。啊，但是权利会变大变小。变小，啊，所以联合国的提案有没有通过？没有通过。哎呀，较不利啊！我本来若无通过，我变哪做拢会使啊？我若通过了，有一个托管协议呢，托管规章爱安那做安那做，啊，佮家己那个报告，干这伤烦啊吧？那我就是老大了。对啊，我干。干嘛？对吼，啊，你这个巧。对啊，我本来老大，我佮创一个老大个，管袂创。他个怕一个。所以这个案有过无？没有过。美国人从一下不打个款咧。哎呀，不鸟联合国，伊讲，不然咱们个换那个来看这个哈。这个流亡外国及丧失代表权，没有国际认可。哦，1949年1月10日，周恩来发表对国民党反动毁谤逃往外国的声明。不是啦，你看，这周恩来是中国的 PRC 的，伊讲国民党吼反动匪帮已经逃亡到外国去了，国民党走来外国啊，台湾是地中国那个是外国呢，对啊，对中国来讲是外国啊，对吧？中共告知哈联合国成员国群体哈，其立场为哈国民党积极分子已经离境中国边界，并流亡到他国领土。因此，已无事实上，已无任何事实或法理可言了、啊，不能代表中国了。
因为国民党已经离开中国嘛，所以伊袂当代表中国。哦，这周恩来讲的。谁？另外一个名义在进入联合国，如果那个时候进入联合国，我们也是个主权哦。哦，迄当阵是讲中华民国跟你有啥关系？迄当阵是讲占领方啊，跟你有啥关系？对啊。嘿啊，不是啊，咱家。台湾都无，伊嘛无法度取，他有办法取得主权吗？有人要建议他用另外一个名字进入联合国，是即便呐、啊、哈。这没什么争议的，占领不予转主权，会因为这样而变更吗？不会吧。其实这不复杂啦，因为你咱拢无清楚讲占领方甲被占领方，迄是占领方的代志。占领方伊要用 RC 还是 PRC 还是 HAQ 吼，什么 Q 拢会使，伊要用什么名拢会使，迄伊的代志。谁让你讲这事？迄当给哦，迄当上讲的，我那新你新理论咯、哦。你请哦。搞清楚，都唔对，都唔对。不，我咧讲吼，一个一般命令、一号命令，捌听过无？哦，这一般命令、一号命令，捌听过无？既然，哎呀，麦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一号命令，你有听过吗？一般命令、一号命令说，在台湾的日军要向蒋介石投降。哎，对，盟军统帅发的命令呢、啊？蒋介石日军要向蒋介石投降。啊，是盟军较大还是蒋介石较大？盟军较大。啊，军令有没有可以巴拉干的所在？会当讲啊，拍拉见一个，安尼需要参详一下军令啊、军令啊。军令只有上命下传的关系，对不？是不是呢？军命、军命嘛，麦克阿瑟统帅一号命令呢，第一号命令呢。啊，谁是受命者？蒋介石跟日军嘛，对不？这两个拢是被命令的人呢，接受命令的人呢。啊，这个。这个里面只有上面下床的关系呢，只有代理的关系不？这个有没有给他的关系？通通没有哎。你要从这个军命这个系统去看这个事情，军命只有上面下床，有没有代理的关系？没有，也不是代理关系，是不是伪证的关系？也不是，他是上面下床。你有我的部队，我叫你去啊，你就去啊，你个是。对不？盟军底下还上多少三位人？麦克阿瑟，美国嘛，美国总统较大嘛，对不？杜鲁门。所以讲，你看这个判断哈，美国发的将继续对台湾适用，这是 TRA 四条 A 哈，台湾关系法第四条 A 项，他说。缺乏外交关系或不承认哈，或承认了，将不影响美国法律对台湾的适用。美国法律将继续对台湾适用，就像1979年元月一号之前，美国法律对台湾适用的情形一样。这句话表示什么话？美国的法律继续在台湾适用的话，请问美国的行政单位要不要依法行政？要不要？要不要依法上判决？那这样有没有立法司法的权利？美国在台湾有没有？你看，立法司法权利嘛？那有托管不？美国国会立法让美国的法律继续在台湾适用，那 AIT 要不要依法行政？那美国的法院要不要依法判决？所以我们打这个官司，他要不要受理？当然要啊，对不对？这个美国法院，台湾哈、哦，在美国法院中起诉应诉的能力，哦，有啊，他说有啊，啊这样美国在台湾有没有行使立法司法权利？有嘛？
这句话就表示这个东西嘛，托管嘛。台湾关系法第三条第二项来得更加清楚。美国总统国会对台湾的防卫需要的判断，包括美国军事当局向总统国会提交了建立报告。叫一个 by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uthorities， 美国军事政府呢？美国军事当局，台湾关系法来得有第三条第二项，还有清楚不？更加清楚。而且美国国防部公布的一份国会对国会关于台湾关系法执行报告，2000年12月19号评估了台湾海峡的安全状况，一共台湾关系法赋予我们，我们是谁啊？台湾？不是的，国防部啦。维持美国对抗任何危及台湾安全的武力跟威胁。哦。行政当局承诺在该地区维持10万名的部队，以因应该地区可预见的未来情势。这10万名的部队包括驻韩国的美国陆军第8军团、第7支空军，部署在日本的陆军，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第5支空军，以及美国第7舰队。这我们是谁？挂虎是咱该水嘛？哎，对，伊讲这10万名部队上你控制，美国嘛，美国公布，伊讲保护台湾安全呢。咱都要讲的，伊占领军有什么权利？行政司法，伊强调的是权利嘛，主权的权利嘛，对不？啊，他有了这些东西之后，他有没有义务？他要保护他抢到的东西嘛？这个就是他的义务啊，哦，啊，无一步这边哦，伊那无权利的这一步这边哦，对不？你看，美国撤侨来台湾海关由 AIT 办理，这张相片有看过无？捌了。AIT 赶走台湾海关哦，亲自执行海关的行政权，有无？这中华民国的家啦，你在边啊看，还是 AIT 啦，还是美国人几百？有清楚了哈，有传神不？传神哈，各位看一下，这个遭美方 AIT 反恐管制完，这里什么人？林义芳，国民党立委啦。伊讲中华民国要去太平岛部署这个飞弹哈，遭 AIT 反对了，以反恐的为由反对，禁止了，不是反对了，禁止。要刮胡禁止。啊，那 AIT 有没有管制台湾之军令的行政权？有啊，有哦。外交权他也管，军令他也管，军统伊嘛管。啊，你有接了无？弄管哈。啊，这中华民国飞机啦，涂销，涂销这个标志的哈，涂销这个不明的物。啊，起码已经涂销啊。啊，这最近的代志，哦。美国要求他涂销吗？对啊。我们没有，那是他们的国民政府。HB 国下令他要涂掉。对。啊，你也想啦吼，这台无人机，那飞起来，在巴士海峡覆雨的时阵啦吼，那是跟菲律宾遭遇到。就渡的时阵吼，你看菲律宾，你看菲律宾，它是菲律宾嘛，它有标志嘛。啊，菲律宾看你呢，无，啊，那变做什么？不明的武力嘛，不明的武力是啥物件？恐怖分子啦，加 AIT 跟你讲啊，反恐，啊，伊知影这反恐无？伊唔知啦，伊讲知影反恐，伊唔知影是啥物意思。可能无，嗯，就讲这个对话涂掉，就是这恐怖分子呢，不明的无力的恐怖分子嘛。你的国军，我们但不是我们的国军呢，那是中华民国国。你观念还不清楚，那是占领方，那是占领方。对啊，那是他们啊，不是我们啊。
来，你看，上帝保护台湾呐、啊，哈、哦，这应该盖谁在保护台湾？这个美国总统克林顿派的第七舰队航空母舰独立号跟尼米兹号，是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阵，一派两架船来，两架航空母舰来，知无？今个来知无？啊，谁在保护台湾？美国啊，他实际上真的是有在保护台湾啊，对不？啊，最近的来是美国。美军有没有军事指挥权的军事指挥行政权？演习视同传，这个不是这个事的，写错了字。他这样，这是三军齐发还指挥国，这什么代志？广大信号渔船的代志嘛。一出来时阵，你看，中华民国的机啊，这什么上的机啊？美国嘛，对吧？这中华民国美国嘛，这里拍飞弹，这里演习嘛。今天有看过，刚看过哈。你看哈，昂贵的基德舰，美方却拿来当舰靶。今天有看过没？另外，最强的军舰啊，看下个几张了哈。哎，这里是美国透过这个康贝哈，这个系统哈，控制本岛军队全部行为指挥权无误了，监督权。那讲这个遗传的事件呢？哈，这曼谷有下最后通牒不？有啊。2013年5月11号下最后通牒，限菲律宾72小时内要道歉赔偿陈兄，有没有？七十二小时三天啦，啊，那有差别不？没有。能够回啥？你知不？菲律宾要求一中原则嘛，处理广大新难嘛。这是5月13号，一过两天个讲啊，一中原则啦，拍写一中原则。啊，不道歉都要再派最强的基德舰去了，啊，你干嘛好？所以讲美国佫出来了嘛，美国议员就出来呼吁菲律宾要逞凶道歉嘛。16号了，结果菲律宾第8月9号有没有道歉？上个关系，安尼有你报台湾无？对啊，你敢想？你5月11号下最后通牒，让差别无？没有理他嘛，对不？派记者见，记者见五号是这个机啊啦，这个机啊好啦，唔，这记者见是干咧把剑的这。把剑拿来，美国甲摕来做把剑，讲卖你足贵个呢。而且安尼讲有道理，把剑敢会当卖遐贵？安什么意思？是毋收保护费？中华民国要被保护呢，美国甲保护，又交不要保护费啊？对不？昂贵的基德舰呢？把剑叫昂贵，就是人。这那现在卖讲啊。但是挂美国旗就无同啊，吼、哦！挂美国旗虽然完整，但是你原来是袂当改安怎嘞？吼、哦！好，咱来看这个吼、哦，这 America 哈、哦、施政权下的冲绳法令 ，America 冲绳法令这是在讲啥？这个冲绳是啥个所在？啊，那美国的法令。哦，占那丢，占那先到美国军事政府嘛 ，USMG， 美国军事政府 United States Military 有干无 ？USMG 有干无？美国军事政府，美国，而且美国民政府，美国民政府，美国民政府第一号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设立的标准，哎，有没有似曾相识？这是不是台湾列岛美国民政府？哎，叫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啊？啊，是不是叫哪个叫台湾列岛美国民政府？是不是安尼？啊，这个是不是爱？这个挂符是不是改做美较适合？较清楚，对不？美国民政府啊？所以啊，这个有没有权利？
打这个官司，他有没有权利？有没有？啊，有啊。好，你这搞不清楚嘞。对啊，啊，伊是美国呢，这是美国还是日本？啊，美国有权利无？有啊，没有？人民啦，安尼清楚了哈。占领国没有权利，被占领也是没有权利，只有人民有权利。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台湾民政府 TGG 是台湾美国民政府的缩写嘛，对不 ？TGG 是美国金政府 USMG 底下的机关嘛，对不？是不是？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人民，被占领日本台湾的本土台湾人民，有干无？被占领日本台湾 的这个本土台湾人民啊，干吼，营造权利啊。啊，被占领地的人民的国籍，复归前冲绳的法令日本法，复归前是什么法？占领期间嘛，1972年5月15日进行复归前冲绳的法令。有包括国际法，昭和25年的法律。安尼，占领期间，琉球人是哪一国人？欸？哪一国人？伊家公适用的是日，适用的是昭和的法律呢？什么美国？日本呐？昭和的日本嘛？适用日本的国际法，安尼是哪一国？国籍是哪一国？国籍？人民啊，日本嘛，好、哦、对不？啊，但是旅行证在上诶，旅行证在提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嘛，咱即马要发旅行证对不？是哪一国的发？美国的发嘛，对不？所以有权利不？伊够有权利啊？没有啦，讲了半天。哎、欸，什么权利啦？哈 ？OK， 受伤进度，咱讲个本题啦哈。美国法院有没有受理啊？啊，诉讼进度如何啊？啊，诉讼策略安怎啊？吼，我简单讲就讲，啊，这是咱去找美国律师啦。你刚去吼，伊本来是勉强，因为朋友的关系吼，美国律师勉强接受2个小时的咨询，他以为当事人不适格啦，您无权利啦。啊，当天早上9点开始谈到一半，他说可不可以找一个犹太裔的律师来一起听啊？接着律师取消他们后半场的约，一直谈到下午1点左右了，2点钟公告变4点钟了，最后完成签约第一阶段研究人口起诉的费用10000块美金，会使起诉未？研究爱10000块美金啦。一开始认为不适格了，安尼无啥爱插你嘛。哦，督导，嘿，督导无啥爱插，到尾请一个这個来，这个犹太人来，阿哥安尼，阿就皆大欢喜啊。啊！这法庭，然后要下课还是够跟您讲5分钟，加5分钟了哈。诉讼要不跟您报告嘞。伊这7月3号叫来批来，伊讲法庭最快一周左右可以分案了哈。啊，咱第二届去美国哈，都还第一届、第二届去美国，确定起诉书、集体诉讼陪审团参加政治问题参加诉讼哈。那这种这集体诉讼袂使了哈，陪审团哦，就讲。那刑事案件100%啦，啊，那民事案件超过50%，才优势争取主义。好，这其实这个问题是爱讲啦吼，政治问这个问题有政治问题无啦，这是关键啦。啊，就讲宪法若明文将某一个问题为由跟本院平行的某个政治部门处理的话，就我解释这个解释就好了哈。这是这个大法官讲的啦吼，伊讲。宪法那边能规定，感冒这个问题，委由跟本院平行的某个政治部门处理的话，这个就是政治问题。跟本院平行是什么部门？本院是，这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嘛？跟大法官平行是什么人？国会、行政，跟司法平行的是什么？跟司法平行的政府部门是什么？立法嘛，对吧？行政跟立法嘛。如果宪法规定说这个行政、国会、立法机关有先占权，
啊，行政总统有统帅权，三军统帅权。啊，美国先战跟越南先战，打越战，打赢了打输，打输了死了几万人嘛。啊，有没有人去反对他？有没有人去告他？反战是很多啦。啊，有没有人去告他？没有啊，没有人去告他，因为这是宪法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能告。啊，侬欠缺法院可以查缉并适用的裁决标准者，这个也不能告，为什么？无法律通啊根据啊，啊你反过来，如果说有法律根据的话，可不可以告？要不要依法审判？要哈，要不啊可不可以拒绝审判？不可以。所以说这个本案如果说有法律规定的话，他就不能判，不能拒绝审判，要就是爱判艺术了。后来这条规两规了哈，我这讲这这样的哈，起诉书了，7月25号起诉书。啊，美国法院受理这个7月24号在受内审，这种人啊，美国法院定庭期了，10月21号被开庭。啊，上网美国彭博社报道，7月25号的报啊，彭博是什么人啊？呢哈，这是头家是现任的市长，也金额是79亿美金，财经类专业媒体，这报道了哈，这单的原告。七十位台湾人去告他，啊，可以参加这个诉讼了，哦，这联邦诉讼24条可以参加，诉讼车类了哈，咱来叫这个假哈卖白宫那个人对中国来做证，哎，或者证明这是伊的所在无？哎不，中国或者证明无？没有办法吗？所以讲判决哪，讲伊败诉的时候，他能不能抗议啊？没有办法抗议，已经给你讲话的机会了、啊，对不对？被抗议怎么样？啊，请日本政府来证明讲有去用接领无？这里诉讼车嘞，安尼在无？安对不？啊，即嘛目前进度了哈，这个最好一个问题，主动接受送达，同时抛弃所有送达争议的抗辩权。这个比格哈，10月9号，伊搞法庭讲之后，我有收到原告的起诉状啊，我不抗告，接受这个起诉书，这是目前最新的状况。安尼表示怎么话？这个哈、哦，等于讲，咱家拍官司是咱来两个起诉书和法庭上和被告，安尼哪有上告微博，法庭知无？知。啊，美国唔是，美国是咱来家己上和被告。啊，所以法庭知无？法庭唔知，啊，就爱被告阿讲有啊无安尼，啊，被告若讲无的时阵，啊，在修争议，这个争议会超过3到6个月，就是有3到6个月，一个月要花多少钱？要花超过10000块了。啊，所以伊讲放弃抗辩，甲咱省偌济，你知无？省10万块的美金。目前是安尼，啊无，那问题再去讲啦，今日时间到啊，介绍到这就好，谢谢。请起立。今日